觉得2019的美丽趋势呢，除了是抗老啊、美白啊这些都不变之外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皮肤要有光泽透明感。所以在今年呢，你可以更聪明、更懂得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，让你呈现自己的自信美。2019年的美丽趋势呢，就是简单、自然，但还是能够保有个人的风格。更多的疗愈感的产品，而且要对环境、天然都有益哦。像这样佛系的彩妆、佛系的保养，就是我们今年最该入手的单品啦。2019年的保养趋势不外乎就回归到肌肤的修复的功能哦，所以呢，有很多的品牌呢都回归到精纯的成分，赶快去试试看吧。